中间在白塔群的中间呢，还有一个金塔，那个金塔也就是为了纪念举行第五次的佛教的大结集大会的时候建造，就叫做马哈罗嘎马的镇孤独的佛塔。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就要脱鞋了，袜子也要脱了。鞋袜子的话呢，就脱在要进去的那个佛门口那里就可以。